看看你签证。一年呢，真的是，大家不知道啊，身为一个中国人有多么的自豪啊，真的是，你们一个外国人要拿到中国签证有多么不容易。别拿手给这数字，真的是不容易，我手在抖啊，我手在抖啊。小宝宝在睡觉，哎，现在要把他叫醒。嗯，溜达溜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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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现在是7点钟啊，我们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儿，非得把雷奥睡熟的小宝宝叫醒。对，我们今天还要去牡丹江啊，去牡丹江给热尼亚去取已经办好的签证。对，终于啊，今天终于啊，对对，如果要是那个签证今天你收到了，你就在中国跟我们一样了，想去哪就去哪了。对对，还是和上次一样啊，跟我们上次去办手续时候一样。这次去牡丹江要开多长时间车？两个半小时、这个就是在这回发现在县城生活挺不方便的，对不对？对，去哪都得办点什么事都得去牡丹江。而且我们家这到牡丹江还有长途，还有2.5到3个小时的车距，对，来回6个小时啊。哎呀，不容易啊。其实很多很多人都生活在县城啊，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就是交通不太方便。但是我们这地方就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说没有火车，有火车就好了。嗯，坐火车咣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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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了，这连火车都没有。没有，没有。雷奥，雷奥，睡没睡醒？没睡醒。来，我帮你，我帮你上。哎，哎呦，哦，东北降温了，特别冷啊。冷。哎呀，我去，已经感觉已经10度左右了啊。对。但是寒冷的气温挡不住我们拿签证的热情啊，出发。走喽！刚才加油，你才多少钱一升？8块3毛8。俄罗斯是40卢布，是不是？40卢，42卢布，合人民币是4块钱。这面是8块3毛钱，贵贵一倍。这俄罗斯油价确实比俄罗斯什么都贵，就是油价便宜。都怪我带的，这是油便宜。俄罗斯咱买一瓶矿泉水多少钱？一瓶矿泉水瓦基奇个，一瓶矿泉水也40多卢布。对，小的瓶40。对，它跟水差不多少钱？中国矿泉水2块钱。对，嗯。饿了，咱没吃。对对对，嗯。嘿嘿，你又来了。雷奥没睡醒。我们已经顺利到达牡丹江了，现在看到后面是个公证处啊，我们打算要把我们的结婚证再公证一下，对吧？因为我们上次是在这个我们那个县城公证的，县城公证呢，我们去这个出境这个办理签证的时候递材料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公证书的这个格式不对，其实这个出境管理局还是很人性化的，就是说我们这个
公证书格式不对，他们也给我把这个签证办了，只不过说我们这个到时候来取签证的时候再补把这个正确格式的这个公证书再补交一个就可以了。嗯，所以说我们为了取这个签证啊，所以说要有契约精神嘛，人家给咱们提供方便，咱们也应该按照承诺把这个公证书给人家做好。南江市公证处啊。哦，燕燕刚才紧张坏了啊。刚才我们不是去公证处了吗？是不是去咱们去公证处了？公证处发生了一点小问题，就是那种格式的公证不给我们公证，因为需要我们那个三方认证。我们那个三方认证不是在那大使馆还没有做出来吗？然后我们以为在这面就拿不了签证了，但是这面的这个工作人员非常非常的好啊，说对，说先让我们这个签证已经办下来，先给我们弄，然后对我们也是极其的信任。对，然后我们就是说我们那个下周大下周之后那个三方公证能做下来，给我们邮到中国，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个文件补一下就行了。对，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什么人性化，对不对？非常的人性化啊！这把你骂一批。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只有在咱们中国才能感受到这种人性化的这种办公方式，真的是为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人性化、灵活的这个办公点赞。真的是这次我感触特别特别深啊！真的是人家刚才手心一直在冒汗啊，一直在冒，去了很紧张很紧张，结果人家非常非常的好啊，就是。工作人员出来跟我们解释，就是这个这个不是公证处啊，是这个出入境的人啊，中国的咱们这个公安系统的人员啊，出来特意跟我们说啊，让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没事儿没有没事儿，然后让我们在三周之后给他补，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他交过来啊。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激啊，非常谢谢，对对对，特别感谢，特别感谢啊。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后面这个几个字儿啊，真的是，对对对，这后面这几个字儿真的是。啊，和咱们中国办公人员的这个办公初心是一模一样的。对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非常好，非常好啊。嗯，给大家看看签证。一年呢，这个啊，一年呢，这一年我们是因为每个地方政策不一样，有些地方给两年的，对，有些地方给一年的，这跟当地政策有关系啊。嗯、但是一年两年的我感觉没什么大区别。对对对，就是没什么区别，就是等第一次马上到期了，你再续，没准就给续两年的了啊。就是很方便，很方便啊。对，咱们尤其是在咱们中国办事很方便，很方便，对外国人也很友好啊。真的是不是对外国人很友好？对，啊。好了，多了不说了。行，我们俩得喝酒。多了不说，人家说今天可以不嗨。对，今天可以喝酒了，庆祝一下啊，庆祝一下啊！哇塞，我们最大的一件事成功了。对，就是回国之后，对，回国之后最大的一个心愿完成了。对，哇、哦，走了，你跟这合一下影，这多好啊！这个，你谢谢。真的是大家不知道啊，身为一个中国人有多么的自豪啊，真的是你们一个外国人要拿到中国签证有多么不容易。别拿手给这数字，真的是不容易，我手在抖啊。哦，真的好漂亮，你看中国签证多漂亮。Фотография, конечно, не очень, но ладно.中国的国籍我这辈子都不会放弃的。来一趟中国办签证知道多么不容易吗？多么珍惜这个签证吗？走了，娘娘走啊，喝酒去，走，吃饭喝酒，买。这位可以了，心事都放下了啊。看看签证吧，爸爸妈妈办好了。